大家好，我是老八，今天带你们看一看啊，就是妆容还有汉服能给人带来多大的改变。如果你对这个妆容感兴趣的话，就接着往下看吧。底妆用这个兰蔻的 B-01， 面轻轻的带一下，涂完底妆以后再用这个亮一点的颜色轻轻的点一下眼袋最深的地方。散粉用的是这个最近新剁手的花西子，底妆部分就完成了。现在开始画眉，我上次视频不是把眉毛剃了吗？现在稍微的长出来了一点点，现在画一个细长的眉毛。这个眉毛画完了，现在单看这个眉毛可能会觉得有一点怪啊，没关系，把眼妆画上就好了。今天我来开一包新刷子，这个逆龄的刷子，一共是13支，每一支都有独立的包装，上面是有编号的啊。先用这个108，眼影用的是这个完美日记和国家地理合作的，先用这个颜色给眼皮打个底，顺便和眉毛连接一下。再用这一支105号，先取这个正红色，用打圈的方式扫在眼尾，再用这个106号的斜角刷，用这个颜色叠在上眼皮的眼尾，先描个内眼线。今天假睫毛用的是这个自然款，先贴第一层，然后把这个睫毛从中间剪开，这节就贴在眼尾。第二片角度可以往上贴一点，用眼线笔补一下眼尾的眼线，再用这个红色画在眼尾还有眼头。现在睫毛就用睫毛膏刷一下，我两个眼睛是不对称的，所以这边要贴一个眉目贴。口红先用这一支打底，我刚把我们家地暖关了，然后开了一个冷空调来降温，实在是太热了。我第一次在北方常住，真的这边的暖气惊到我了，我每天在家里面穿的仿佛在夏天还出汗。再用这一支近期超爱的可可熊，橘色的修容，当时好像是用了这个亮片色的，叠在眼皮这个地方，就很亮。 ONX 的白色眼线笔，然后用这支最小的111来画那个最有大额特色的点，看准位置画个逗号，嘿，对称吗？不是很对称哈，重来，对称了吗？哈哈，又不对称，就差不多对称了，还差不多哈。啊，修容，差点忘记了修容。然后刷子我是用的这个最大号的101，不得不说这个刷子性价比真的很高哎。这个柄是那种磨砂质感的，然后毛也很软很舒服。用这个橘色的修容稍微过渡一下这个腮红。回来了，本来今天是要给你们录一个发型教程的，就是这个头。但是你们知道啊，就是北京呢，天黑的实在是太早了，来不及啊，来不及，所以我就没有录。但是没有关系啊，咱们来日方长，有缘再来给大家录这个发型啊。其实这个发型，你看非常的基础，你们在其他的发型博主那里应该也能够搜到这个发型吧。